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到四位幸福观察团成员，他们分别是潮汐、叶子龙、赵小叶、侯然然。掌声有请这位幸福心愿持有人。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侯小娟，来自内蒙古。我今年24岁啊，我是一名残疾人，纯恶劣女孩。你只是纯恶劣，还是上恶也？上恶也有。影响发生了。影响发生，说话稍微有点含糊。对。啊。有鼻音。你这还治了吧？治了。已经做了三次。已经好很多了啊。但是从几岁开始做手术？从4岁做的第一次。这女孩这个纯恶劣给生活会带来很多不便哈。没做手术前我不能出门，然后做了第一次手术，同学们就会给我起外号，然后欺负我，说我没妈没爸。父亲在我没有出生就意外去世了，母亲是在我出生50天然后就抛弃我了。你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对，爷爷从小把我拉扯大的。爷爷奶奶哪来的经济条件供你上学呢？靠我家低保。低保也不够。爷爷和我家申请的孤儿基金，孤儿费啊，然后供我上学。还要借钱吗？因为奶奶也有病，爷爷也身体不好，他们会和村里面人拿100、200，再和亲戚们拿钱。再加上他们的医保还有孤儿费。爷爷奶奶现在身体好吗？爷爷奶奶已经离开我了。奶奶在2015年就已经离开我了。家里面没有钱给奶奶治病，我那时候也没有能力，也没有尽到当孙女的义务。奶奶去世的时候我也在身边，奶奶在临终前又嘱托我一定要好好的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不要再让别人欺负。我们在你身边，希望你爷爷还有你家人能帮到你。爷爷是在2017年的时候也是因为身体不好，然后他也离开了我。那你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你是一个人生活吗？现在和家里面人。家里面人指的是谁？不是爷爷奶奶走了吗？爷爷奶奶走了以后，才和母亲联系的。哦，你跟你母亲联系了？联系了。什么时候联系了？是爷爷那会儿还没去世，临终前，打的电话，因为爷爷。他临终前说我有归宿，说是联系一下你的母亲，看看能不能收留你，看看他能不能多少对我有所帮助。你很难走出和爷爷奶奶生活的那个场景吧？走不出来。虽然母亲也的一次生命，但是他没管过我，没拉扯过我。
要怎样呢？你今天的心愿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啊？啊，有一定的关系。有一定的关系。好，那你先把心愿说出来，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我今天的心愿是，听到妈妈说一句，再也不会离开我了，再也不会离开我了。再也不要离开我，好矛盾。他以前为什么要那样对我？他真的是没有做到母亲的责任，我是特别的怨恨他。听到妈妈说一句，再也不会离开我了。也许你一直都是矛盾，也许一直以来你都恨他，又想他。因为我现在成人了，我应该放下以前的怨恨，慢慢的去接受他。你母亲来了哈。来了。来，我们掌声有请。我叫刘树伟，哎，山西大同，今年整整60岁。60岁啊。你刚刚听见了他的心愿吗？我反正刚才听见了，我感觉到亏欠，我不应该抛弃他，可是我最后还是走了，因为我有苦衷，因为我有苦衷。我3个孩子，他是最小，2个姐姐是跟我前夫有的孩子。在我前夫时候，他一天喝酒，最后家人最后更是到法院离的婚。最后这个孩子给了我了。抚养费呢，他也没有，没给出，都是我自己带的孩子。您带着前夫的2个孩子嫁给了他的父亲，对吧？对的。后来在这个他父亲走了之后，你离开家了，带着那2个孩子走了。为什么你带走了那2个孩子，却没有带走他？我其实也不想，我在村口大哭了一场，大哭了一场，到他爸爸坟上也哭了一场，哭了一场，最后还是流着眼泪。最后走了。为什么不带他呢？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够。2个孩子，一个幼儿园，一个上学的。再一个呢，我工资开着100来块钱。都是我家里头我妈我姐姐他们贴我生活。那就还是经济原因。经济的状况就是因为不能。还有别的原因吗？爷爷奶奶说，你妈就是因为你有残疾，她不要你，不想要我那个有残疾的孩子。爷爷奶奶让你带走吗？会。她不让带。他说呢，我儿子死了，你得给我留着孙女儿。我当时想他呢，他爷爷奶奶不是不让去，后来最后让去了，都是偷悄悄的去。他奶奶把他领出来，偷着是看是一眼，打着车到了村口了，看了一眼，最后就走。时间给你们俩。妈，我之前恨你是因为你为什么忍心的把我抛弃，让我爷爷奶奶把我带大。有时候挺想你的，希望你能打电话或者是过学校看看我，给我开一次家长会来陪陪我。其实我心里面有你，但是你的影子在我的生活里面太少了。我希望以后我们能忘掉过去，我们能重新开始。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心里头想着你，一直想着你。我真的希望你以后不要像在从前那样你再离开我。妈妈听到了，妈妈永远爱你的，不可能抛弃你，永远爱你的。妈妈我也爱你，妈妈我也爱你，我爱你。
只要是关于这个母亲跟孩子的话题啊，都特别让我们触动，因为我们都有孩子，当然我们也都爱孩子。当你感到失去母爱，心里很痛苦的时候，其实我也看到了你母亲因为没有机会抚养这个女儿，伴随她长大，她也很痛苦。所以小娟，站在这个角度来讲，我倒觉得你母亲的痛一样也不轻。这是一份血缘上的原生的这种情，一个母亲离开自己女儿本身就是件很痛的事情，可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无奈，我们不得不，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也希望母亲心里能好受一点，尽可能的去做一些补偿。对于过去的一些恩恩怨怨，你也不可能要求太高。妈妈的确做错了，但妈妈也有些客观原因，生活的忙碌和生活的沧桑逼迫的她对于孩子的那根神经没有那么敏感，她应付生活的一些问题她还来不及，所以她疏忽了对你的爱。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我们看看那个门后面有什么惊喜。请开门。再自我介绍一下，小伙子，你谁？我是何小娟男朋友，我叫林世杰，今年24岁。我给我女朋友带来一副和她奶奶送她的一模一样的耳环，她以前跟我说过，她奶奶给送过她一副耳环，然后耳环找不见了，然后我就是跟店里头，然后看见这副和她奶奶送她的一模一样。哦，你去找了一副。
谢谢老师。手牵手，手牵手，手牵手。何小娟和妈妈的和解，让我们看到了血浓于水的亲情，也让我们感受到家人才是你永远的依靠。有时勇于告别过去的苦痛，才能迎来全新的起点。让我们祝福他们能够幸福地走下去。接下来的这位幸福心愿持有人有点特别，因为他是一位听力障碍的患者，但是呢，他想给大家带来一个精彩的表演，一个魔术，掌声欢迎。接下来妈妈又把积木重新排列一下，我也要把积木重新排列一下。妈妈问我这样可不可以，我说没问题，而且我要用最快的速度，只需要你点一秒，3、2、1。看好了，3、2、1。两边积木一模一样。我终于看到妈妈满意的笑容了。我会了，我终于会了。谢谢大家。妈妈，各位老师好，大家好，我是蔡子龙的妈妈，今年43。他这个是从小就听不见吗？对，小时候在家的时候就是都听不到声音，隔壁的人都不知道我们家有小孩，然后打雷啊，什么东西掉地上啊，都听不见。有一次就是我们家有一个亲戚，他在那个聋哑学校当校长，然后告诉我说子龙肯定有问题，让我赶紧带他去看一下，然后不要耽误了治疗。后来我就开始着急了，就带着他去厦门检查，结果被确定为极重度听障。子龙他跟别的听障孩子还不一样，普通的听障儿童的话2年左右可能就会可以康复，那子龙他是因为听障还加了一个耳蜗畸形，会比他们更难好多倍的，即使是做了耳蜗也达不到那些普通的听障儿童的30%。
当时医生都说做了窝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效果，让他说话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当时我就觉得都天都快塌下来了，我就赶快就满世界的上网去查有关这一方面的资料。后来我就在网上找了一家北京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我就直接带着子龙去北京康复了。然后从那天开始，我就每天就带着子龙，我就觉得我当时就跟疯子一样，就在街上看到什么我就说什么，看到大树我就说大树，大树高子龙矮，然后看到水坑我们就叫水坑，我们就去踩水让子龙知道那是水，那是脏水还是干净的水。回到家里的话全部都贴满了那些拼音卡片，然后子龙他想看电视，电视上面我又贴满了拼音卡片，然后他想看电视必须把音先发完，看完电视以后可能就会洗澡了。我就在门口贴了一堆的最少要读半个小时的卡片，然后他特别开心，就一直啪啦啪啦一直读，他必须要把那些发音卡片发完了才能进去洗澡，反正当时他发的对不对我都特别开心。然后当时我们就赶快把他爸爸送去医院，医院里的医生刚好是我的朋友，他很快就给我打电话说，阿丽你一定要挺住，你老公癌症晚期已经转移很多部位了。我当时就觉得什么叫癌症，什么叫晚期，什么叫转移，我当时这些词汇在我心里我都不懂。我又开始满世界的上网开始去查。第二天我们就所有人就全部带着他爸爸去了北京。到了北京以后，他爸爸已经脸部完全不能动了，手也不能动了。当天晚上他们把我还有他的兄弟姐妹叫过去说你们还是准备一下，大概也就一个星期的时间了，赶快把孩子叫上来，有什么交代就去交代一下。当时我就觉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突然就想起了我一个好朋友，他跟我讲如果谁都治不了他的时候就去找他。后来我就第二天雨下得特别特别的大，我就冒着大雨我就去找他了。他连假期都没有过，当场就帮我老公做了手术，做完手术以后特别好，特别顺利，脸部恢复了，脚也能动了，也会说话了。后来就回了福建，然后子龙当时特别特别的乖，每天他放学第一件事情就是给爸爸熬中药，给爸爸洗澡，给爸爸按摩，都是他做的。然后爸爸在化疗，子龙他就变魔术给爸爸看，他爸爸就一直笑一直笑，特别开心。每天他爸爸早上6点多肯定就送子龙上学，晚上又一起回来，每天都在一起。子龙不管去哪里比赛，我们就全家人就拿着中药拿着锅到处去跟。每次他爸爸痛，但是只要子龙要去演出，他爸爸就是躺在火车上他也跟着去。后来爸爸挺过来了没有？挺过来，但是我觉得这两年子龙跟他爸爸的陪伴胜过他们这一辈子的陪伴了。在
爸爸妈妈吗？记得，当时我是让他先发音。我的心愿是我想要开一家魔术餐厅。开一个魔术餐厅？那你会做饭吗？会的。因为当时就是桌上了好多了，老师把子龙介绍了给著名魔术大师傅延东老师拜为正式弟子，然后子龙就经常在北京这里学习魔术，然后经常自己一个人在北京生活，他自己就偷偷买菜去做饭给他的那些师兄弟吃，他现在也特别会做饭给我吃，每次自己做好几盘，然后就看着我吃，他自己就傻傻的在那边笑。我说子龙你怎么不吃啊，他说妈妈吃得特别开心，他就开心了。你为什么喜欢做饭呢？因为妈妈特别辛苦，身体也特别不好，我就要偷偷的做饭挣钱给妈妈。看看我们
蔡子龙给大家证明了自己，相信他以后也一定会照顾好妈妈，撑起这个家。当家庭突然遭遇变故，当家人沉浸在悲伤中，需要我们握紧他们的手，微笑面对美好的新生活。入优酷网、腾讯视频、爱奇艺和搜狐视频观看本节目的完整视频。同时我们要感谢新浪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和网易娱乐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天津卫视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者是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观看本期的精彩内容。好的，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